江中集团。超精彩的畅游中国马上开始。哇，我们真的好幸运啊，找到了代步工具哎，所以我们可以不用自己走路啦。对啊对啊，而且探哥，你以前骑过马吗？我没有骑过马，所以现在是很兴奋。还蛮兴奋，你看，我跟你说，还蛮紧张的。主要是他比你还兴奋，我真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！现在终于听话了，马儿终于听话了，而且我们两个人也终于不用再真的是。我大概也知道怎么去控制他了，是吗？对，那咱们就出发吧，走吧，走，驾驾驾驾，走了，驾驾，你倒是走，驾。好不容易把马给驯服了，终于可以上路找水寨去了。不过因为两人都不太会骑马，所以前。